Seminar，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潇洒星期五沙龙讲座节目。本节目是由夏阳声乐艺术网课中心为大家准备的，我叫 Vivian， 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从2020年到今天，我们一共在网上主办了20多场公益讲座和2场音乐会。今天晚上的讲座呢，是我们2021年以来的第4场网上讲座。今天呢，我是主持人，也是主讲人，和我一起合作的是陈进东先生。今天的主题呢，是我要和大家聊一聊硅谷这30多年来的房地产的沉浮，和我在做这个房地产的事业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奇人异事，希望大家喜欢，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和听众们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谢谢大家。今天呢，就非常感谢进东，因为进东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们教会的兄弟，然后呢，又是我们夏阳声乐网课中心的学员。当然也要感谢陈红、小梅，还有也感谢小燕，这个都是我的好朋友们，他们花很多时间，这么多月来哈，我自从有这个讲座以来，他们一直在后面默默的付出，然后给我们帮助。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讲座呢？因为我做了27年的房地产，这是我的大半生吧，我现在想起来挺可怕的。就是我的 prime age 都在工作，在事业生涯中奋斗，我就想想应该有一个回顾，就是对过去的回顾，现在的反思，然后对未来的一个展望。我觉得这样才会给我一个 guidance 来 go to the future， 因为过去现在永远是未来的一个就是能够 guide 我走得更好一些。所以呢，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进东。我忘了要跟进东，我介绍一下进东，还是你自己介绍。我先介绍一下进东，进东是 Apple 的，就是我们苹果公司的一个主管，然后非常有才气的一个弟兄，而且因为我们是认识时间十几年，所以我对他也非常了解，很有智慧，然后也有 talent， 因为唱歌唱的也非常好，所以呢，那就进东自己再加以介绍吧。好的。那个今天其实就是像 Vivian 说的，就是我们以老朋友聊天这种方式呢，让这个 Vivian 能够更流畅的把他的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这个大部分都认识这个 Vivian 啊，但是可能他的一些背景啊什么大家不一定很熟悉。虽然我们在教会啊，在这个歌唱中心呢，我们都每天都听到这个非常这么一个快乐的一个大姐的一个形象，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但是可能你也不一定知道她是个非常专精的一个专业人员啊。所以我在这个跟 Vivian 开始聊以前，我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说 Vivian 呢是云南大学毕业，在中国科学院那个研究生院就读，然后呢后来到美国的波士顿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呢94年成为最早这个到硅谷这个专精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经纪人。我想这个其实在这个行业里边也算是这个精英了啊，就是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 Vivian 非常跟大家非常平易近人，和大家总是那个非常容易交流，但实际上这个是有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和专业的这个成就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我们想聊的是这个 Vivian 说这个30年硅谷的房地产沉浮的一些有趣的这个故事，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关心的这些热点的这些问题呢来这个来切入，让这个 Vivian 能够畅所欲言，给我们大家呢，就是让这个周五呢我们大家能很放松很高兴，同时呢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对吧？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那么我就开始带大家问一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好像
这个 pandemic 呀、啊，这个非常严重，对吧？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这个面临这个 pandemic 这个危机，但是同时呢，我们这个房市呢又涨得非常奇怪，就是涨得非常快，所以说就是魏辩能不能给大家一些你专业的见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可以的，因为我，从今年，其实从去年6月份哈，自从3月份开始居家隔离嘛，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大概3个月是比较安静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隔离会多久，所以大家基本上也不看房子，也房子在市场上的 date on the market 都 freeze 起来了。然后呢，从6月份开始，大家就开始有些蠢蠢欲动，所以马上呢，那个市场就开始 hot 起来。从去年6月份开始 warm up，一直延续到今年3月份，就是2月份、3月份是非常的 hot，就是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我很少见到的一个市场。这个当然呢，我们可以，我有一个 slide 再给大家先放一下，放完了以后呢，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市场这么 hot during 这个我们认为应该是比较 quiet 或者是 depressed 的一个 market，怎么会突然间比大家想象的，就是跌破眼镜的，觉得哇，怎么会 against everybody's guess？就是说大家猜想的是一个 slow market，突然间这么热得不得了。所以先程红呢帮我放一下，先放一个，因为我现在今天要讲的主要是湾区的哈。为什么讲湾区的市场呢？就是硅谷的房地产呢。因为第一，我是在这儿做房地产，当然我就对硅谷比较了解。第二呢，就是硅谷是美国的火车头，高科技啊，经济和高科技的火车头，所以这边还是有很多的指数可以说明这个美国的经济何去何从和世界的经济何去何从。所以呢，陈红先放一下我们准备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slideshow。这个 slideshow 呢是2021年的一个 housing prediction，就是一个 forecast。这是整个加州的了，和那个加州的，我们因为太多的那个指数啊，太多的 number 和那些 graphics，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就是注重的聊的就是湾区的为什么房地产这么 hot。这个你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些 bullet 哈，这是专家 economist 做出来的一个 marketing analysis，然后呢，大家可以先快快的看一下，完了以后呢，我注重的要讲到的是其中的有一个 section，已经开始讲了。对，这个就是大家再看吧，你像。比如说，interest rate 有史以来最低啦，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呢，就是 potential 的 distressed sales scenario 也有哈，这都有分析的。然后那个 mortgage payment 的 the largest growth since December 2018 然后呢，housing affordability 这个 traditional 的 index 也在上面哈，从2006年到2020年。因为我这里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PPT 的东西，如果你们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放到那个潇洒星期五沙龙讲座那个群里面。就是看完以后，Housing affordability active listing dip to the lowest level in over 5 years。这个是我要注重讲到的，因为其实这个是经济规律的，或者是经济课的 101，就是供需关系。所以我自从我做房地产20多年来，我觉得最最就是驱使房价上涨的最最最著名的、最最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吧，就是一个供需关系。从1994年到现在，每一次房市往上涨，然后 multiple offer，大家就是一个抢房子的那个风潮哈，都是因为市场上的 inventory 太低了。这个呢，下面还可以再看一些其他的。那个陈红，你再放，陈红你再往下放。对，active listing remains suppressed as a new district now。对，就是因为没有市场上没有更多的新的房源。对啊，
U.S. Economic Outlook， 这个是整个的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展望吧，这个也是历史吧。2016年 California Economic， 这个是加州的，对，你再往下看，加州的 Housing Market Outlook， 这是加州的房市哈，然后再往下看，是不是就到底了哈？这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 forecast， 一个预示吧。那个陈红，这个看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放一个我今天做的一个小小的视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呢是我在那个就是硅谷哈最贵的一栋房子，我就给大家做了个小视频，让大家欣赏一下，就是说硅谷的最贵的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价钱。这个也是好玩了，我自己觉得，哎，我都没有想到是这样，因为我平时也不太看。超过什么30个 million、50个 million 的房子，因为 我目前为止没有那样的客人嘛。但是呢，我今天去大概的看了一下，我才知道，哎呀，真是有，就硅谷是一个有钱人极多的地方，我估计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都在硅谷吧。这一栋房子大家看一下哈，就这么一栋房子。你把 music， 它有 music 的，听不到 music 吗？听不到吗？有 ，OK， 有了。这个房子呢，它有室内游泳池、室内gym、室内的运动房，然后非常非常的漂亮，大自然，然后人文，雕塑、游泳池，还有马场，还有葡萄园，有26套浴室，32个房间，坐落在美丽的 Woodside City。然后呢，74个 acre 的地哈，建筑面积不知道，因为我查了半天他没有写。Asking price 135 million， 对，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135 million 呢是多少钱呢？我们想一想啊，就这么一个房子。那像这样的房子，虽然这是最高，但是像50多万、58万，这刚刚这个房子 Woodside 是在San Mateo 啊，然后呢，在 Santa Clara 最贵的一栋房子是53万，对，所以下面比如说40几万、40个 million 呢、30个 million 呢，那多着呢，20个 million 呢，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硅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有钱人非常的多，但是呢，大家还蛮低调的，有的时候我就很难从人家的穿着呀、开的车啊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有多少钱，或者是是不是有钱人还是穷人。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这个外表哈给迷惑了，因为有时候我做 open house 在 Los Altos 很贵的地方做5个 million 的 open house， 那很多年前走进来的人都穿着个拖鞋呀，然后穿着个破 T 恤，你真的不能小看他，因为我有经验，所以我对他们都非常的 nice， 因为 you never know 谁是金主。yeah， 那个我京东你有什么要问的？你 finish， yeah， yeah。 对，就是说我对这个硅谷本身自己的看法哈，为什么这个疫情能够期间还房价还那么 hot， 这个刚刚我说到了，就是说供需关系永远是任何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哈。湾区尤其是因为湾区就这么大个地方，然后开发了都50-60年了，所以真正就没有很多的地 available， 都是如果说有新的房源的话，就是大家买卖要搬到外州啊，或者是要 move up 呀，或者是说要 move down 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才有房源，所以是非常 limited。 当然今年的就是今年的那个房子特别好的是跟我觉得跟利息也有关系啊，因为有史以来2点几的利息的是很少见到，我94年做房地产的时候都是8-9% 的 interest rate， 现在是2点几个 interest rate， 虽然那时候房价很便宜啊，但是实际上 mortgage payment 也不低啊，我记得我当时我们家的 mortgage 也有好几千块钱，虽然房价只有30万不到。所以呢就是说虽然3个 million 的房子、300万的房子、400万的房子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周围就是这个价钱。我有一些客人，最近的客人跟我说我要买300万的房子，那边你帮我看看Mountain View、Los Altos、Sunnyvale、Cupertino 这一带。哎呀，我说怎么就这点钱呢，这没法买呀。所以很难竞争，你有没有现金啊？他说没有现金，还要贷款。
我说还要贷款，你更没法买，要不先歇着吧。那个，因为现在一个房子出来，比如说在 Los Altos 啊，出来三个 million 非常 basic 一个房子，非常一般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房子，出来你知道多少钱？300万，你最后卖多少呢？360万、370万。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是没有现金很难竞争，都是10个 offer， 15个 offer 这样子大家在抢。这个是 amazing， 所以我跟很多我的客人都说，要不咱们先歇会儿啊，等着，因为我不希望你买的是最高峰期，最高峰 peak， 因为以后你会恨死我的，所以我还是留点 goodwill 给我自己。所以这么多年，我做20多年来，我从来不 push 我的客人，我都叫他们先歇着，你歇着我也歇着，等我们那个 market 好了，我们可以买得起的时候，咱们再冲刺。所以呢，这个最近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虽然疫情呢对整个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对硅谷的那个高科技我并不觉得有很大的影响，大家口袋里钱好像还更多一些啊，因为像京东在 Apple 公司，你们股票不是也涨吗？ Google 啊，腾讯的公司也涨啊，所以呢你们的钱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少了。我觉得真正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那些 retails 和 light industry， 还有一些传统工业。真正的高科技是你像 Zoom， 对不对？他们股票猛涨，然后网上付款还有 Amazon 都涨啊。所以呢，你这个还有 stock 也涨 ，Bitcoin 也涨，所以你说这没钱才是怪呢。所以硅谷我觉得受这个经济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反而更加好了，就是大家钱多嘛。那就是 说就像你这个我们今天聊的，你知道是硅谷的这个沉浮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沉的，这都是浮啊。这个我们几乎是看这个房价单边上涨这么多年了，大概就在2009年、2010年大概有一个小的停顿，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那这未来以后这是不是越来越贵？我们大家就住不起了，我们得搬出去了。这个我没有前言啊，但是我可以说的就是说，其实美国总的房价都在涨，不光是硅谷，全美国都在涨，你知道吗？而且涨的比其实硅谷还要厉害，因为但是他们的 base 低啊，他们的起价低啊。比如说整个美国，陈红那个。记得我给你让你放一个卖个 slideshow 吧，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一下美国加州和硅谷的房产的那个价钱，就是去年的啊，2020年和2019年的那个比较哈，大家一目了然就知道，这个硅谷的价钱简直是高的不得了。因为你看一下啊，这个是housing market 的一个 summary 啊，这我们讲的是 San Mateo 和 Santa Clara County， basic 就是这两个 county 呢是叫做硅谷和 Bay Area， 一个是 Peninsula， 一个是 Silicon Valley， 就是 Bay Area 的这两个 county 就成为 Bay Area。你看美国，它房源 total 房源5个 million， 2020年哈，那个加州有41亿啊，然后呢 San Mateo 只有4000。然后你看那个它的 average price 啊，美国是30万，加州是65万9，然后 San Mateo County 呢是1.7 million， 那差了好几倍了，对不对？然后它的房源其实跟前看看美国的房源啊，2020年它降得很厉害的，那整个美国就降了将近40%啊，36点几，那加州也降得很厉害啊，40多，但是 San Mateo 并没有降啊。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这个从宏观上来看，其实我们 Bay Area 呢真的就是价钱高，但是实际上 inventory 呢跟全美国相比还不是最低的，所以呢这个还是有涨势啊，因为全美国都在涨，因为房源不够，美国其他的地方也都在涨，对呀。然后你可以看那个 housing affordability 哈，还有 housing 你都其实你看美国这都指数都很高的那个陈红，你再看一下 Santa Clara County 的那张图片吧。这个是 San Mateo 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Santa Clara 的那张。Santa Clara 其实比那个 San Mateo 要低的，它的那个价钱，而且它的那个 supply 也是不高，也是跟差不多的啊。咱们看的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 啊，
Santa Clara County 呢，就是像 Apple 啊，在 Santa Clara， Google 也在 Santa Clara， Facebook 在 San Mateo， 然后呢，像 Oracle 啊，现在 San Mateo， 对吧？然后 Cisco 呢是在 Santa Clara， 所以 Santa Clara 是和 San Mateo 是两个地方是布满了所有的高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啊、能源公司啊，这些总部都在这边。所以在 Santa Clara County 呢，它的 average price 1.3 to 1.4 啊。所以并比那个 San Mateo 还要低，因为那边是因为 Santa Clara County 为什么低呢？是因为它有像 San Jose 啊、Morgan Hill、Gilroy 再往南，它还有很多没开发的地方，所以那边的价钱呢，传统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属于比较低的，所以它就把它拉下来了。啊，像 Palo Alto 啊、斯坦福大学都在 Santa Clara 那边的价钱很高的，像Los Altos、Los Altos Hills、Saratoga、Saratoga Hills 啊，这Los Gatos 都是属于价钱比较高的。但是呢，因为有 San Jose、有 Morgan Hill、Gilroy、San Mateo， 就把它San Martinez 就把它给落下来了呀。Yeah， 好吧，那就可以拿掉这个，这个 slide。所以 basically 最近为什么大家也在问我说 Vivian， 你说那个这个对房市的影响将来会怎么样？靳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我觉得我们有点跑题了，我们今天这个讲的太专业了。你实际上给我们讲讲那故事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拉回主题，这个咱们八卦一下，你来给我们讲讲，讲讲这个就是这个房市。我觉得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好像只有福没有什么沉，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故事有沉有福，对吧？给我们讲讲这些故事，我们可能更爱听。啊，所以我们还是跟着靳东的思路走。那个我其实还有一个就最再讲个两分钟吧，就是 before we start 我的 story， 因为今天晚上的主题不是讲就是房市的走向，但是这个是我一定要讲的，因为这是我的专业，我闭着眼睛我在梦里我都可以跟你们大家讲这个，以后如果大家反应特别的热烈的话，我可以专门只是讲专业的，不讲个人的故事和感受。但是今天呢还是要讲到一些，我主要想讲的是跟大家分享我在做房地产的27年来的一些人生感受和体验吧。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湾区啊，再讲一分钟为什么湾区这个房市一直上得去下不来哈。因为美国我刚刚讲的其实真正的经济和高科技的火车头就是在硅谷。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行话叫做龙头蛇尾，就说硅谷的那个房地产永远是最早上去，在美国哈，最早上去然后最后掉下来，所以叫做龙头蛇尾。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说因为高科技公司都在涨嘛，所以他们的股票涨，咱们那个房地产也涨。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因为那个很多人对未来啊就是非常有信心的话， employment rate 也很高的话，这个就是一直就是 只能是涨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我要补充的。 OK， 下一个靳东，我又把你给打岔了。没事没事。 OK， 对，你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讲一讲，我们大家听一听，然后后面把留的时间我们再Q&A。 OK，所以我讲故事之前呢，我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为什么做房地产啊？ Yeah， 因为我在国内是学那个英文专业大学，然后研究生院的时候，就是我的师兄好几个在这哈，我们是国际片的，我是学西欧经济和政治的，然后我到波士顿大学的学的是 Full Scholarship， 学的是那个管理，然后呢那个所以呢我呢就当时有一个 godmother， 就是在 Boston 我认识的一个，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我就拜他为我的 godmother 吧。他当时呢是50多岁，他就是一个爱尔兰后裔哈，非常 nice， 他就是个 realtor， 然后他每次开着一个很漂亮的那个黄的车，他叫他的 yellow bird 来接我，哎，我觉得挺酷的，当一个 agent 也挺好，而且他人好的不得了，就特喜欢他。后来呢那个我来到湾区以后，当时因为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哈，因为我所有学的专业都是在美国都是只能是一个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那样子的水平，因为我英文人家英文比我好对不对，到美国来我的英文再怎么着也就不行嘛，待在美国只能是用就说话没问题啊，看个东西没问题，写个东西没问题，但是也不是说可以作为一个职业啊。那我学西欧政治和经济那更是在美国是一个没有饭碗的事儿，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学管理呢也是假大空的，我连打字都打不快，就说非常没有一个我让我可以，就是说可以养家糊口的一个专业吧。然后呢，有一天呢，我就到我的朋友嘉玲家去做客，我的朋友今天也在这儿，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贵人之一哈。我到他们家做客，他就送给我一盒茶叶，说你喝这杯茶是我妈妈带来，非常好喝。哎呀，我一喝，我说嘉玲啊，这茶叶真好。哎呀，我就开始就夸呀，这样夸那样夸，我就真喜欢。他突然间跟我说 ，Vivian， 你应该做房地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很会销售。哎，你这一说我都要喝了。他说你怎么说的天花乱坠的？我说哎呦，这是真的好喝，我特别喜欢。他说送给你吧。我说好吧。然后呢，哎，他这话呢就说，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sales person 哈，我一辈子没想过，因为我是个读书人，我喜欢看小说，我喜欢做白日梦，我喜欢诗情画意，我喜欢吃喝玩乐，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我自己可以做房地产。但是他这一启发呢，我就说也许我这个潜力应该去开发开发。所以呢，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当时没钱，你知道吗？做任何的投资，我又不想去给人打工。我这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做一个自己的 business。 自己的 business 的话呢，又没有一桶金，所以也做不了。所以这个房地产呢，又是一个非常低的门槛，进得去也出得来，很容易进去，很容易出来。所以呢，我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月之内吧，我就拿到那个 real estate license， 考试没问题，因为我这个人很会考试的，所以连上课带考试就一个月时间，我就 pass 了。然后就开始做了，就1994年啊，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背景啊。当时我做 real estate 的，实际上呢，我当时也是后来信主吧，我也是非常小心的，不要被金钱给所迷惑。所以我当时做的唯一的一个祷告，一直保持了27年，就是上帝啊，你给我智慧，带领我前面的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走。所以我从头到尾，我的事业生涯，我都是求上帝带领我。给我智慧 guide 我。我的客人呢，因为我的 international 的背景，我的国际背景，所以的我的客人当时就是大陆来的挺多的，因为他们都是在这边读书，然后在这边做 engineer 哈。像我呢，是最早一个，我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最早一个大陆来这边，在湾区做房地产的。因为这边有很多台湾香港的就是 agent， 但是呢大陆来的还真没有，我也没碰到过。所以我那时候呢，往那一站，一做 open house 或者是一接触，大家都来找我，因为大家有共同语言，共同的那个文化背景，而且共同的教育背景，所以呢就是一拍即合。然后呢我就非常如鱼得水，我就很喜欢这个职业，因为它可以让我能够服务到我的同胞们。然后我就是有一个非常我就是觉得我也有美国梦，我的美国梦当时也是要有车要有房啊什么的哈。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同胞们都能够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想，都能够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呢我干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我非常 passionate， 就是说去做这个房地产。这个呢是我那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是怎么样子来做房地产的。但是呢在做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一句，在我的 website 上面有一句话，我希望跟大家分享啊。第一句话说， Real estate is like travel. How you get there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the destination. 这是我的 belief。 我认为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子，房地产也是，做房地产也是这样子。你如何到达你的目的地和你怎样到达你的目的地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呢这一路上坐下来20多年，我一直在欣赏这个风光，我一直在吸收这些营养，这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快乐的。我达到目的地的不是我的目的，而经过这个经历是我的目的。所以我这也就是跟大家先讲一下我这个来龙去脉的，就是说做房地产的背景。在这之前讲这个第一个故事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呢是我今天才想起来的，因为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她今天在家 Zoom class， 我们俩在那聊天，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做那个讲座。
哎呀，我就特想讲个笑话，怎么就想不起来？我就想，后来他说，我告诉你，你经常给我讲的那个笑话，你讲过？哦，我说好啊，好啊。笑话呢，就是有一天早上，我开车啊，带着他去上学，在路上有电话响起来，我就拿起电话 ，Hello， Good morning， 然后那个人说 ，Sweet coffee， I said yes， How about oyster？ Yes。8:30, I'll see you there. 我就放下了。他就说 ，Mom， 你是不是搞外遇啊？我说为什么？你跟谁去 date？ 啊，我也莫名其妙。我说跟谁 date 呢？他说你大清早的把我送到学校，你就去跟人家喝咖啡，吃那个 oyster， 然后还八点半啊，我上课八点，你八点半，你跟谁 date 吧？哎呦，我说亲爱的，我跟谁 date 呢？我这要去，我要去，大家有没有人能够猜到我是干嘛呢？估计你们猜不到。后来我说我在跟 Ron 打电话，他说谁是 Ron？ 我说是个我的 painter。The painter 跟 sweet coffee oyster 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你要知道，房子的那个 trim 和 room 的那个木质的材料，你要 paint 的话是用 sweet coffee， 和 ceiling 都是用 sweet coffee 的颜色 ，OK？他说 oyster 呢？我说 oyster 是那个 body 的颜色 ，OK？ 他在跟我 confirm 是不是要用 sweet coffee 和 oyster 来 paint 那个房子。然后八点半我要到那个房子去跟他见个面，跟他具体的商量这个事儿。他说，interesting。所以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现在经常那个讲的一个笑话。所以我的工作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第一个故事呢，我们称为小明的故事，因为小明不是在国内经常会有小明跟老师搞来搞去，然后那个老师都搞不过小明嘛，小明就特厉害，那个小明特聪明的小明。我这个客人呢还真叫小明，但是我不知道他今天来了没有。我那天还跟他说，小明我可不可以讲你的故事，他说讲吧讲吧，你随便讲。我说好，我就开始讲了啊。1995年，我94年我就认识小明，小明那时候是单身上海人啊，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认识他以后呢，这个也是嘉玲介绍的一个朋友，他到我们家来还喝个咖啡呀、什么的，还见过我。然后呢有一天呢，大过了几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找到对象了，我要结婚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房子，出租房，我要租房子。我说 unfortunately 我不做出租房，我只做买卖房子，但是呢我建议啊，你如果有钱的话呢，去看是不是能买一个。他说我没钱。我说你有多少钱？他说就1万块钱。啊，1万块钱，哎呀，先看着吧。我告诉他，我说你去那个 Belmont Terrace 那看一看 ，Sunnyvale 有一个那个 townhouse area， 在那个火车边上那个叫 Belmont Terrace， 还有那个就在那个 Mary 和那个 Lauren，Mary 和 Central 那个方向，大概一说大家很多人知道嘛。他呢星期天他就自己跑去看了，看了以后星期一给我打电话说 ，Vivian。我找到了一个喜欢的房子，但是那个是 for sale by owner。 for sale by owner 大家知道就是卖方哈，就是卖主， seller 是一个自己在卖。后来我说那你去买呀，他说我不敢买呀，我也没有经验，你不带我去买我 不能去买的。后来我说那我跟他联系，一联系这个小伙子要回台湾，他的房价当时是1999大概94年底95年初吧，是26万，三房两浴。哎呀，我说挺好的，那他才1万块钱，我说能不能借点钱？你1万块钱不是 5% 的，你们还有 PMI 嘛？后来他说，哎呀，我去给我哥借，我哥在休斯顿那边。我说行，就给他哥借了1万，所以 total 10% down， 正好。后来他就买了就搬进去，也挺高兴住下来，住了大概3年，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生了个小孩，然后呢，我们觉得 townhouse 不方便，什么是楼上楼下那个，我想去买个 single family house 一层的。我说没问题，咱卖掉你的房子吧。好啊，他也没钱，只有这个是房子里面有 equity， 你知道吗？当时才过了3年，你知道涨了多少？36万多，我就帮他一个星期给他卖了36万，所以他从2万块钱，你知道大家想一想，算一算啊，算算数学，赚了多少钱出来啊？然后呢，在那住了，在 Campbell San Jose 的一个区，当时有点抢。我帮他抢到了，抢到了以后呢，他当时他太太大着肚子，手上还抱了个孩子，所以晚上呢，我们就一块去那个 listing agent 的 office 去告诉他们，我们多希望要这个房子，我们马上要生孩子了，你知道吗？所以非常需要，所以那个 agent 非常好，就卖给我们了。过了3年，他又打电话来，我说又咋了？
他说我太太的父亲身体不太好，他住在 Sunnyvale 的 Cherry Chase 那个地方，就是像那些 Cherry Chase 嘛，大家知道那一片啊，就是 Grape Street 啊， Grape 呀、啊、什么什么，全是水果啊，水果的那个名字那一片。他说我们能不能到那儿去买一栋，我说可以啊。他这很爽的人，每次看就买了，一去看了一个93万，那我们也没钱啊，我说那只能把你这的房子卖掉呀、啊、所以60万卖掉了，然后呢就换到93万。他你要知道小明只是一个 chemist 一个 scientist， 他收入很低的，在硅谷他是非常低的收入的，当时可能也就是个7-8万、8-9万那个样子，所以呢就买了一个这个，他太太也不上班，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90多万的，就3万的一个 townhouse， 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大概2000尺，院子大概有8500，蛮大的。上周呢我跟他去喝咖啡，因为我们经常是不是一年见个面啊，聊个天啊什么的。因为他后来 start up 一个就制药的公司哈，那我也投资了一点，因为他大概8年前他跟我说 Vivian 我想做 start up， 你能不能投资，我说行啊，我说你跟我做那么多 business 那么 nice， 我就投你了，就冲着你这个人好吧，我也投了10000块钱啊。后来呢现在呢上周呢我跟他喝咖啡，他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讲起来，我说我要做 seminar， 我是不是能用你的故事来讲，他说没问题，用吧。他现在的房子大概是，他说你，他问我，他说你觉得我房子大概值多少？我说大概300万吧。他说真的哈，这么多啊？他说我也不太观察，现在差不多300万。这个就见证了整个湾区硅谷的房地产的发展。所以到今年，他是95年买的那个房子，到今年25、26年，他的那个 equity， 他的财富从2万滚到300万。这个就是一个故事。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其中有个很深的含义啊，就是他和太太关系特别好，然后两个孩子，他有两个男生，现在都在上，一个上大学，一个上研究生。然后他自己呢，除了投资他那我刚刚提到的那家公司，又投资了好几家制药公司，都投得非常好。他就在 IP， 他都在做 startup， 然后呢，他财富积累不错，但是他怎么都很简单的人，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家庭，但是非常和睦。所以我有很喜欢分享他的故事。嗯，京东，对，是我这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那就是说成长，就是这些投资的回报啊，看来是一个是你是不是选了一个合适的这个房子，对吧，还有的就是时间是不是在你这边，对吧，你说随着时间的成长啊，这个你这个投资这个他的回报会越来越多，而且像你说的这个人还很运气，就是在不断的去换，对不对，最后就是说他的回报是惊人的，这个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故事。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我 take away， 就是我要是做 startup， 我可以也找你投资了。你看来你是带来好运气。谢谢你，我有投过几家，都不错。但是他人，因为我投资是要看人的啦，我不是看他的，我根本不懂。他每次来给我讲他的产品，我就听不懂。讲了10回了我还是听不懂，后来我跟他说算了小明别给我讲了，反正我就是投你了，我不是投产品，我搞不清楚那个产品，说半天那个medical 的那些 terms drug terms 我打懂啊，我记不住，所以我也不去看，随便。这个就是他们夫妻啊，就是合作的最佳方式吧。我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家和万事兴，然后呢他们也是个属于非常能够做决定的，不是那种就是东想西想的，非常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吧。然后孩子呢也都跟父母关系特别好，健康成长，所以我非常非常想着他们，我心里就很温馨，你知道吗，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为他们家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好，非常好，对。还有更精彩的吗？第二个故事最精彩啊，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客人在不在这儿哈，反正呢第二个故事跟大家讲一讲。第二个故事呢就是非常 typical 的，就是硅谷的工程师家庭，因为太太和先生都是大陆的，他们俩都是工程师。他们两个人挺有意思的，认识我的时候也是94年95年，最早我这人可能快得老年痴呆，为什么呢，就过去的事情忘不了，然后现在事情想不起来，然后就是老想着过去的那些故事，就是历历在目。他们家当时来找我看房子的时候，他就一个孩子在抱在手上，你知道吗，刚几岁吧，2岁1岁的那种。然后当时他在 West San Jose 买一个房子也就27、8万啊，就是一个简单家庭。然后
过了一些年以后呢，他就慢慢，他先生很会投资，非常聪明，也会做 stock，也会投资。太太呢，就老是去 startup 公司，一会儿这个 startup 吧，一个那个 startup 吧，反正还真是蛮会赚钱的那种的。所以他们家的财务呢，全是先生在管，太太基本上就是不太管的。后来过了一些年，因为学校去小孩上学的问题，他们就搬到 Saratoga 去了。搬到 Saratoga 去了以后，那个 Westside 房子我帮他卖掉了哈。他们做出最好的决定的是2009年到2011年，那时候正好金融危机。你金融危机，我不是把他们家的那个小第一个房子卖掉了，所以他就拿出很多钱来了，他就开始去投资就是 Central Valley 的那些房子了。然后呢，他就跑来跟我说，我不想太远了买，我能不能在家，就是在 Silicon Valley 这边再投资2个3个房子？我说你，我带你去那个 Gilroy 去买吧，因为当时 San Jose 的房子都很烂，虽然那时候房价已经跌了50%，那到处跌都跌50%，就是差的区吧。那我就每次我就他下了班，我们俩就去看房子，然后去了3趟 Gilroy 就买了3个房子。然后每次买房子回来呢，我说签字啊，他说太太不愿意签，嫌麻烦，disclosure 也不愿意签，那我自全都我先签吧，以后 close 的时候太太再上去。所以基本上太太是不管事儿的人啊，她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啊，她啥也不管，她人家就是先生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呢，每次买一个房子回来，到最后 close 的时候把太太名字加进去，她签字，就这样。然后呢，她就是一个非常操心的一个人，你知道吧？也很能干。然后到了那个2016年，有一天啊，我们说好要到他太太的那个 Google 去吃饭。那天正好我有事，我就不能去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今天实在抱歉不能去。那天正好是 Thanksgiving 的那天白天吧。没想到呢，那天晚上呢，他正好跟家人在吃饭，一下子就 stroke，就脑溢血，不是脑溢血，堵塞吧，堵塞那个就。在半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当时他的女儿没有去打911去把他送到 ICU 去紧急处理的话，当时肯定就是已经就不在人世了啊。所以呢，太太那个孩子非常镇定，太太都吓得不知道干嘛了。小孩当时也就17、8岁，打电话911，然后救护车来了，在半个小时之内处理，最后就进了那个紧急病房，紧急救护病房。等我去看他的时候呢，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如果说当时那天白天去跟他们吃个饭，也许啊，可能他就不会发生这个事儿。我当时在侥幸的心里在想啊，但是也可能不是啊。但是 anyway，然后我就他太太告诉我打电话都哭啊，我就去看他哦。当时我呀太惨不忍睹，就是说他浑身都是用冰在冰着啊，然后插满了管道，然后都肿了，身上全是浮肿的，然后他就已经成了就是植物人了，就没有任何的知觉了。动也动，也没有动，也不能眼睛都不能动，什么地方都没动。医生当时跟他说：“你只有5%的可能性，可能 survive，只有5%醒过来，不是 survive，醒过来。”然后呢，因为那个他的那个主要的护士是个基督徒，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我回家也为他祷告，我们家女儿也为他祷告，然后我让朋友给他祷告。但是呢，你知道在医院里待了1个多月，我看了好几回都没有什么起色哈、啊。然后呢，太太就很着急，就跟我说：“Vivian，我需要你帮助，我们去给他买墓地，因为这是医生跟他说的。”那我说：“好吧，那我们俩就去买墓地，就去买墓地，买了一块，就等于给他办后事的墓地。”现在说起来好笑啊，但当时挺惨、挺难过的，我们也都哭嘛，对不对？然后买完墓地，过了大概 total，他在 ICU 待了2、3个月。有一天啊，他就醒了，就恢复知觉了。那医生非常高兴，说这个5%的机会都给你抓住了，真是哈利路亚啊！就把他送到那个恢复病房。那我就去看他吧。哎，我说你怎么醒了？当时啊，太太还跟我讲，她说你知道吗？我对他我们家的财务一无所知，银行里有钱没钱我也不知道，哪个银行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几个房子我也不知道，tenants 是谁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都天天跑银行去问啊，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啊，太惨了。后来他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以后啊，叫他第一不要万事亲力亲为，什么连 garden 呢自己做，然后什么事都自己管。他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好，
我去看他去恢复病房看他。哎，我那时候他穿的，他那时候也是刚刚恢复，所以还是说话都很费力哈。哎呀，我说你也太 lucky 了，这个5%的醒过来的机会都给你抓住了啊。他说是啊，但是呢，我只有5%的机会可以恢复生活自理，你说多惨呐、啊！哎呀，我说活着就行了，到时候再说吧，别那么操心。啊，我奇怪了，我说哎，你告诉我啊，你是怎么醒过来的？怎么就醒过来了呢？我说我们当时绝对是觉得你不可能醒过来。他说 Vivian 啊，你知道吗？这个不是4月份吗？那4月份快交税了呀，4月10号是 property tax 的季节啊。我再不醒过来，我们家的那个税额就要 penalty 了。你知道加州是10%的 penalty 哦，如果你不按时交税，所以他一下子就吓醒了。他一想，我太太也不会交税，我们家小孩不会交税，我们家那么一大堆房子，我不交税怎么办？我得醒来，他就醒过来了。还有我说我真是服了你了。我说看来呀、啊，人还得对世间要有个留恋。如果没有留恋的话就走了，你说你还想着你的家产，你想着你的太太不行，你想着你们家需要你，你就留下来了。他说是不是？他说是的。好吧，然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过了以后呢，他就因为很感谢很多朋友在帮助他，他就还在 Dynasty， 当时王朝还在嘛，现在王朝都不在了，开了一个那种庆功大会吧，就邀请就办了好几桌，我忘了是3桌还是4桌，朋友都来庆，就是给他，他也感恩呐、啊，是非常感恩的人。那我跟他们坐在一起了哈、啊。哎呀，这个事情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从此以后啊，我这是现在跟大家分享啊，他说一定要把你的家里的财物啊，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写下来，留给你的家人。你真不知道哪一天上帝让你走的时候，你都没来不及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今天就劝告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人管事儿多，另外一个人不管事儿的话呢，一定要让他们把家里的该交代的事情先写下来。这样的话呢，有一个人万一啊，就是离开世界或者是怎么样，你还有一个 paper 还可以。我自己后来就写了，写给我女儿了，这样子。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是不是。哦，对了，最后一句。那医生跟他说，你虽然5%醒过来的机会给你抓住了，但是我们只能有5%的机会你可能生活会自理啊。没有想到呢，这位弟兄呢竟然5%的自理的这个机会也给他抓住了。而且呢，他不但是生活自理，他还回去上班了呀，一年不到。我真是服了他了，他真是很有毅力的。一般的人就是不可能的，医生都说这个是 miracle， 这个是绝对的医学上的奇迹啊。以前呢，我每次带他去看房子，我就跟他讲圣经故事，因为我们俩没什么事聊，我就聊啊，我会天天给他布道，天天跟他讲圣经故事，然后他就听得烦，他说你不要给我讲，我才不信呢啊。我说不是我要信，我这没事干嘛，不是跟你聊天吗？但是后来他现在去教会比我多多了，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太太也是，所以也要感恩。对，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嗯，呀，薇薇，我觉得原来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人都是前30年这个用命去挣钱，对吧？后面30年去用钱去保命，所以我觉得这个 life 这个 work balance 确实要有。我觉得你这个建议挺好，就是说大家把这些。账号啊，这个用户名啊，密码啊，都列出来，对吧？这个对，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对家人有一个交代，对不对？这个时候可能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有小金库的话，大概也是一个上交的一个好机会。这个该列都列出来。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把这个 advice 给大家，就是说你们可能可以作为借鉴吧。对啊，因为我们人生命都不知道哪一天，上帝把我们头发都数过了，你就不知道哪一天离开，哪一天留下。所以呢，就是做一些准备工作，以防家人到时候慌乱呐、啊，对吧？嗯嗯嗯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更有挑战性的？这个我们都臣服嘛，有没有挑战性的故事？挑战性的故事哈，再讲一个啊。我们有时间，我要讲到8:30，所以大家如果说不愿意听，就给我在 chat 里面说 ，Vivian 你不要讲了，我不想听你故事，我只想听你讲房地产。
但是呢，我是特别喜欢讲故事，我从小到大就爱讲故事。我抓着谁，我人家都烦死我了，我还是要讲，讲给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才让人家走。所以我从小有这个，就有这个 reputation， 就爱讲事儿，就讲故事。第三个故事呢，在刚刚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夫妻俩的那个合作的，是太太不管事儿，先生管事儿。然后第一个呢是太太和先生齐心协力合事儿，哎，都是很好的。所以呢，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因为他太太不管是先生管太多，所以才会出现，我估计啊，脑溢血啊，心肌梗塞，反正就是这些事情啊。然后第三个呢是夫妻之间就是很难达成协议的一个故事，我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能存在在我的客人当中比较普遍，也有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就是我有一年大概2015年，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也是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在也是个工程师吧，到我公司来找我，我也没见过他。他一进来，我说你找我吗？他说对。我说你为什么找我呢？他说我啊，在公司的那个 employee 的那种大家 chat 有一个 board 吧，他在当时在 Cisco 工作还是在 Oracle 工作。他说我们 employee 大家会分享资源，就是说，哎，你觉得推荐 realtor 谁好啊 ？financial advisor 谁好啊？做保险的谁好啊？他们就会在一个网站上推荐，哎，我也不知道谁推荐了我，他就来找我。我说你为什么那个有什么 bother 你的事情，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的？他说 Vivian， 我跟你谈一谈。他说我呢，我跟我太太呢，3年前就很想买房子，我们一直在看，就看着房价往上涨。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买呢？他说买不下手，每一次我看中的房子，我太太就反对。我太太看中房子，我就不觉得不好，所以呢，折腾了三年，不知道换了多少 agent， 没人搞得定我们。他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心很难过啊。”他说：“我们俩都是 PhD 啊，都是博士毕业，收入都不差，工作也都非常好，有一个女儿，大概当时5、6岁吧，也要上学。我们家的家具全是在外面捡来的。”他说：“我们又不是买不起。”然后呢，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我干嘛要买家具？我都是临时打算租个房子就临时打算。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走到那些 apartment 心里就很难过，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给我的家人有一个温馨的家，给我的孩子有一个漂亮的花园。但是呢，我们俩怎么就搞不定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别人都能搞定，我们就搞不定？我们那么费劲。哎呀，我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了你们，这听起来够复杂的。然后我说试试吧。然后呢，我跟他太太也见了面，我们就去看房子。大概其实很快就看到一个我觉得还不错，他们也觉得不错的。后来呢，他们说要写 offer， 当时啊，就是说他们俩也不吭气，我也不知道他有的时候，我发现中国人的那个脸上那个表情啊，实在是很难琢磨哈，猜测，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印度人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印度客人，他们就是。你不能从他脸上的喜怒哀乐上去价值他到底他对这个房子有没有兴趣。那有时候我觉得老美哈，白人呢比较喜怒哀乐都放在脸上，你一看哦喜欢哦不喜欢，但中国人和印度人很难看得出来。所以我做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有的时候琢磨不定这个事儿。Anyway， 他们俩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哎，他先生过后就给我打电话说啊，我们可以去出 offer 了，可以写了，我们喜欢这个房子可以买了。然后呢，我说好啊，那我把 offer 写。我一问，这个房子还挺 hot 的，当时有7、8个人要买。那一正好那个 listing agent 呢，跟我关系挺不错的，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我说我客人非常好，那你就互相，我们因为做这一行都互相有很多 networking 嘛，大家互相知道，谁是个好 agent 啊，谁做事比较靠谱啊什么的。我在外面名声还不错，所以呢，那个 agent 说没问题，卖给你 Vivian。后来我就跟他说，好吧，我们写 offer 了。写完 offer 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因为当时没有 e-signing， 你知道吗？那时候为什么我跟客人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网上签字，每一张纸签字都要到他们家去啊，或者是说 fax 啊。后来当 fax 之前都没有 fax 的时候，就是一个 paper 都要到人家家去，或者他们来我公司。所以我那时候每天晚上都工作到11、12点，因为都是他们下班到我公司来找我。所以这个客人呢，就是我写完合同以后呢，我就叫他来公司拿，他就拿回去了。他说，我说，哎，太太呢？你要不两个人一块来签字就完了，不用拿回家。他说太太正好今天上班有事儿不能来。我说行，那你就拿回去吧。
然后他拿回去了以后呢，当天晚上，拿回去当天下午他就签回来了，就拿来了。拿来以后就给我说：“薇薇，我们都签好了。”哎，我说好，那我就交给那个经纪，人家 seller 也签了，都同意了。同意了以后，那天晚上呢，到了七八点钟，我突然间收到他太太的电话，太太在电话里就开始大骂了，就在哭啊哭，他说哭，他说：“薇薇，我呀、要把我的先生告到监狱去了。”哎呦，我说干嘛呀，一家人说这话多吓人呢，为什么？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模仿我的 signature 签字，这没有我的同意，我根本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他就要买这个房子，鬼鬼祟祟的在那转账呢，被我发现了，所以呢他就偷偷的模仿我签的字，我不想买。哎，这个时候呢他的先生呢又在另外一个就在同样一个房间里，在那边就大叫啊，骂骂他太太，骂的个狗血淋头，我当时气死了，因为我这个是个女权嘛，我在保护妇女权利的啊，我一听我特火大。哎，我心想你这种人，你说你签模仿人家签字本来就犯法，你还在骂人，你还有理呢？我就说哎，把电话给你先生，我要跟他讲讲。然后他就把电话给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 shut up， 我说你自己知错还要犯，而且呢犯了你还有理的，我说你这个是完全无理取闹，我说你太太人家没有签字，你替他签了字，你就是错了，你要认错才对，你还在骂太太，你这什么人呢？我说我特火大。后来我说你完全不对，你回去跟他太太道歉去。后来呢我把他骂完，他还挺好的，他也不吭气啊，可能也是别人骂他他就不吭气啊。然后他太太都凶得要死我想家家都这样对待，对外人都比较客气最后他就把电话又给了他太太，我说我先跟你太太聊会吧，我说你先到外面一个房间去站着去，别在这儿旁边听着啊。然后呢我就跟他太太讲，我说我跟你讲吧，我说呢我跟你先生呢在没买房子之前做过一次长谈，我说你知道吗，实际上我对他印象挺好的，他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男人，他非常爱你和你的孩子，他为了给你有一个温暖的家，他真是操心操肺。然后呢，因为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家，他就很难过，他非常的难过，他给我讲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真的。所以呢，我觉得你要好好想一想，他去转账 down payment 首款，不是拿外面去找女人和找个小三整个按奶的啊。当时好像我这个词我才学会哈，当时就说国内不是二奶啊什么三奶啊什么小三啊，我说他也不是拿去到外面去给人家买个房子，是给你买房子，给你们家女儿买房子，你想想看你怎么能责怪他呢。然后我就跟他太太长谈了很久，我说这样，你要真不喜欢这个房子咱们退没问题，然后呢如果再做最后一次决定，我们明天到那个房子里面去看一看，我说也算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决定吧。后那天呢第二天我们就去了院子啊，就去那房子里就再看一次，没想到呢他们家的小姑娘呢就特别喜欢那个院子，就在那院子里哎呀蹦蹦跳跳啊，唱歌呀玩啊跑啊，哎呦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的 kind of 为她高兴吧，也有点难过，因为我想小孩子啊，你说童年也就那么短，你给她一个，他们要求也不高，他有一个漂亮的院子他就很开心。后来我当时就有感而发，我就跟他太太说，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每天下了班你的孩子能够在院子里奔跑唱歌跳，能够度过他美好的童年，这个是金钱都买不到的，我说你可以给他一个这样的家，你为什么不给他？而且这个地方呢离买菜呀、买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是非常好的一个 location，离学校也很近，都是可以走过去的。我说你为什么你两个人老在那样拧着呢，他喜欢你就不喜欢，你喜欢他就不喜欢，就是一个赌气吧。这个房子没什么不好，我说从我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说完全是很好的。你现在不想买是因为他以前否定了你很好几个房子，所以你心里不平衡，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哎，弄成一个平衡的关系，你否定我几个房子我再否定你几个房子，是不是这个心理？他说有点儿所以呢我说你好好想想，咱们放弃这些情绪上的波动，
我们为自己孩子着想，给他一个美满的家，然后你也就放下了，也不要再为这些事情影响夫妻感情啊。所以呢，哎，第二天他们决定就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后来就非常顺利的 close 了，他们也就搬进去了。搬进去之后呢，大概过了一年，先生给我打电话说 Vivian 我又有了10万块钱，我还想买房子，他说我就找你了。当时我说10万块钱好像当时还是觉得有点少，买投资啊什么的，我说好吧，我等我看有机会的话咱们再合作。这个事情呢其实对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说一个家哈，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哈搞很久，真是劳命伤财的事儿。因为如果他3年前就买了的话，价钱还是涨的，就是已经有几十万都在那儿了，同时也给孩子留住很多更好的更长时间的美好的回忆吧。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说我们作为 agent 作为经纪人，我们不但是帮助人家去买一个房子，我们是帮助人家建立一个家。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我当时做 real estate 的时候哈，就是我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但是一个 salesperson 一个买卖的，我们是一个心理 psychologist 也是一个 sociologist。 我给自己很多的 title， 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子，就是理解人家的处境，然后能够辅导他们成为一个心理医生的，就是那样的一个角色吧。所以我这些年就学到了很多，我对心理学就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大家看到我在潇洒群里老是请杨怀宇医生来讲心理学，就是因为我自己感兴趣。因为经过这些年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人和家庭一些事儿，我就特别的知道其实真的是心理学辅导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哈，不是我光是做买卖，是我可以帮助我的朋友，帮助我的客人，帮助我自己的家人，包括我的孩子。所以呢，就这个故事呢，我就先分享到这儿。那个靳东有什么问题吧？我觉得以后如果假设你介绍自己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非要讲自己有多专业，对吧？如果假设是我的话，我就说这个有问题找 Vivian，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高的一个标准，对吧？不仅仅是做了一个专业的工作，同时呢还能够帮助到别人，帮助到一个家庭，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这个造福别人，这也是自己这个自己能非常心安的一件事，对吧？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很欣慰的，对，非常欣慰。对对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像我们这个设计一些产品，如果真正这个用户用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些会心的这些感受啊，包括他能够帮助到他，这其实有的时候比那个产品本身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其实更有这种成就感，对吧？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没有高科技那么发达，没有e-signing 哈，没有在网上签字，所以我觉得这个高科技有的时候就是把大家就是像我的客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就拉开了。以前我真的跟我客人关系特别好，就是经常到人家家吃个饭呢、啊、签个字儿什么的，聊个天儿什么的。现在就没有这样的，大家可能有些经济卖房子卖很多，但他记不住任何客人，客人的状况也不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我非常 appreciate 我的 old style old classic 啊，就是 old way of doing business， 就是能够跟客人建立一个非常 strong 的一个 bond， 因为我有那样的机会。那样的没办法，你只能跟他们建立，因为你要到他们家去啊，跟他们聊啊说呀。我以前有一个医生哈，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他就是每次做决定他一定要让我到他的 clinic 去，然后呢也许他今天在这儿哈，他每次到 clinic 就跟他 coach， 他太太说你不来他不敢买，你得跟他讲。我每次都得跟他服心理安抚 massage， 心理安抚一个小时，说完了他就签字了啊，心里也放下了。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实际上需要很多很多的好的 quality， 现在当然不一定了，就是说因为都是 virtual 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像以前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怀旧的。那个时候是我最美好的一些记忆和回忆，因为我喜欢我的客人，我才热爱我的专业，热爱我做的事情。对，Vivian， 你刚才讲的几个故事都是大概都是中国人，而且呢大都是有大陆背景的，那你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不同国际背景的这些客人，他们有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哦，这个是好的问题啊。其实我刚刚讲的对，是就是大陆来的故事比较多。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讲几个小故事啊，这个就是一个硅谷独特的风格，就是因为我们硅谷是个 melting pot， 是个大熔炉，你知道吗？有我第一个有我那时候很早以前，我记得我有一个客人是俄国人，是个 PhD， 我就当时我就告诉我的同事，我说啊，我遇到了一个俄国人，他说哎呀，这到处都是俄国人，什么了不起啊？我说他是 PhD， 到处都是 PhD， 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我才现在我才知道，其实藏龙卧虎之地啊，而且都是各个国家的人，所以呢，我非常欣慰，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风水宝地。啊，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做房地产，遇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精英哈。我跟你讲几个反正比较好玩的故事吧。我有一个客人啊，是一个中东人，就是伊朗人。大家知道伊朗人就是，我不能说他们是恐怖分子，但是中东人啊，就中东人，他们就是性格有一些客人性格非常的急躁。然后呢，当时我帮他卖房子，他住在 San Jose 啊，在 West San Jose， 我帮他卖房子。就有一个 offer 进来了哈，就有人来写了合同，然后当时呢就是写了合同以后，他可以要求说我可不可以就是说见客人见 seller， 到他们家去见 seller， 然后给他谈我的客人的那个条件啊什么的，我说当然可以啊，然后我们就约好了到他们家去，然后到他们家去呢，他当然他对跟我很熟啊，他很客气，然后我们就坐在他的饭桌前就开始谈这个合同。他当时一看这个合同不是他要的价钱，你知道吗？一下脸就变了，脸色就变了，拍桌子说你给我滚出去。哎，我就傻了，然后打拍桌子，然后就骂他太太和孩子，吓得赶紧溜到房间里把房门给关起来了。我当时一下，我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哈，我就心想真是个恐怖分子，太可怕了。但是我一下子就镇定下来了，我马上那个客人还有那个经纪就吓得哆哆嗦嗦站起来就往外走，吓死了，以为他要干嘛，然后人家就走了，走到门口去了呀。然后我就坐在那，我一下子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啊，我一下子镇定下来，我就跟他说你给我坐下，我非常温柔说你给我坐下。他就哎，我也没跟他叫，我说跟他坐，他坐下来，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接受这个 offer，你也可以 counter 这个 offer， 但是你不能对人家没有礼貌。他说哦，等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他说我可以 counter 吗？我说当然呐，你作为 buyer， 人家愿出多少钱是他的事儿，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儿，你为什么那么火大呢？你为什么要对人家不礼貌呢，大叫大喊呢？然后一下子他就意识到他的错误，还不错，然后马上冲到门口去。哎呦，我说干嘛呢，叫人家回来回来回来 come back let's have a drink。 哎呦，我当时又火大了，我说 stop， 这个 business 没有说还回来喝酒，我说你喝酒干嘛呀，我说你让他们走吧，我们回头再聊。然后他就回来了，坐在那儿，然后他太太出来跟我说，哎呦，你这人个儿不大，比我还小，你还真挺行的，你还能镇住他，他说我都镇不住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回头再聊这个事情，反正是你放心，我一定会跟你办的非常顺利，但是你不需要那么情绪波动那么大， OK， 你要什么价钱我们都心里有数，我们一定会达到你要的价钱，但是你没有必要搞得那个第一步就已经失态了。后来那个这个事情就印象特别深，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朋友说，我说损个一个恐怖分子。反正这个是一个故事了，大家不知道觉得是不是有点特色啊。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我呢有一个那个当时我在有一个客人是个德国人，因为今天早上我想起那个靳东说的事儿，我就想起这个故事，因为靳东是个非常守信用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德国人还要严谨哈，就是说办事啊做事，所以他特靠谱，所以我愿意跟他合作。我今天一想，哎，这个德国人也很靠谱，也是个一板一眼的，然后我就想起他们俩就是相似之处吧，我就想起这个故事啊。当时呢，那个德国人大概十几年前，十五年前吧，德国人呢就是西门子公司的 CFO， 就是财务总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position， 管整个美国的财务总监。那他找到我，他当时他的房子在那个 Silver Park， 就在那个 Mountain View 那儿，他说他要回德国
我全家要搬回德国，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帮他卖房子。我说没问题。他 interview 了一些经纪了，最后他找到我，他跟我说他愿意让我做。我说没问题。他就列了一个 list， 哎呀，上百个问题，然后呢，又把那个 commission 的 structure 又写了一大堆，我从来没见过的那种，你卖多少，带多少价钱，又拿多少 commission， 卖多少价钱拿多少，全都不一样。哎呀，我一看我就晕了。我说哎呀，随便了，你别这样子。我说无论你给我多少钱，我同意的钱，我都会尽心的为你卖最好的价钱。我说你不需要这样子来 incentive 啊。我说我只要你相信我，你 trust 我，这是你最高的 incentive。然后呢，我就帮他卖的价钱非常好，大概卖了一个月不到就 close 嘛，他们就回德国，然后他来签字，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我 office 坐着，他看着我说 ，Vivian， 他说你任何时候需要工作，你来找我。我说到德国找你啊，他说你就 email 给我，我会帮你找到工作。你要失业了，没工作呀，我都会保证你有工作，在西门子，至少在我公司里面你会有工作。我说什么工作呀？他说 sales 啊，你是 such a good sales person 啊，我们公司要的就是你这种啊。我说他们那个 commission 封顶吗？是拿工资呢还是拿 commission 呢？他说拿工资再加 commission。 我说有没有就是一个 limit 呀？他说当然有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谢谢你的这么 trust 我啊，给我一个 job offer， potential job offer rain check，但是呢，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不需要再找别的工作，我自己都可以搞定。不过非常感谢你。是的，我觉得你像你讲的这么多的这些故事啊，我觉得，我的体会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做事就是做人，对吧？这个这是，好像你做该做的这个事情，最后这些其他这些相关的这些award 这些经济这些利益啊，都会随着这个做一个好人都能够到位，对吧？对我觉得现在时间也大家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大家想问，能不能给大家就是说，总结一下大概你的这些硅谷的这些经历啊，这个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这个 take away。对，因为时间八点半左右，我们就要开始提问时间，所以我最后就是对我自己的就是说人生吧，也是要回顾哈。我记得卢梭有一本小说叫做《忏悔录》，《忏悔录》里有一句话，我看过这本书，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一个没有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人生，一个unreflect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所以呢，我呢就会经常去反省我自己的人生，我做的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啊，是不是可以改进啊？然后，所以呢，我。回忆这个这么多年，二十多年哈，学三四十年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我觉得呢，真的做什么事情真的要努力。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经纪哈，给他在他在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他在他的朋友圈里啊，因为他给我做了一笔生意以后，他在他的朋友圈里就表扬我了，他就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可以这样说话的哈，因为我也没有人表扬过我说我颜值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说这是原话，他说。Vivian 完全是可以靠颜值吃饭的人，既然那么努力的工作，哎呀，我当时说，哎呀，我还有颜值吗？我从来没想过我有颜值，我只是觉得我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才行啊，才能来到美国呀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生哈，无论你自己的才华也好，你的家庭背景也好，还是说先天的条件有多好，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这么多年哈一直在努力的一个体会。第二呢，就是说我也非常感恩，就是说这些年我来到硅谷有这样一个机会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学习，这样的话他们都是我的一面镜子啊，包括中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欧洲人也好，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文化背景全都是我的一面镜子，三人之行必有我师，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哈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人生的经验，这个我要感恩的啊。所以呢，金钱呢，当然我赚钱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是呢，它给我 life 有 option， 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精神财富每天都在增加，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吧。然后呢，就是我需要就是给我自己啊，就是忠告的，我就经常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地产行业就是真的你可以赚很多钱，
你可以24小时工作，你可以晚上不睡觉的工作，你就可以银行的账号这个数字就帮忙忙往上涨。但是呢，我每次啊，那时候我也是很忙的时候，我就经常提醒我自己不要穿上红舞鞋，不要上了贼船下不来。所以我就找到经常在寻找一个平衡，就是说我的生活中有工作，同时也有生活，也有艺术的追求，也有朋友的亲情，也有很多很多的colors 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呢，这一点呢，我就是希望就是说听众如果有一些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分享。最后一个就是我对自己的另外就是我觉得我的时间和我的自由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而不是我的金钱。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身体，然后有自由来做我自己热爱的工作也好，热爱的生活hobby 也好，热爱做的事情也好。所以呢这个是我这些年的一些体会吧。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要给客人和我的朋友们的建议哈，就是一个 advice 啊，我自己刚刚讲的，我自己现在我要讲对大家的就是一个 advice， 就是说我们作为投资买房子，我们不是投资在一个物质上一个房子上面，我们是投资在我们的那个 home，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精神，而不是只是投资在一个房子一个物质的东西上面。所以呢，我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分享，我特别感动，我就跟大家快快的讲一下。就是说他呢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一个客人，他在当时从 Cupertino 搬到 Los Gatos 啊，然后他搬到 Los Gatos 就是因为 Cupertino 太 competitive 了，学生啊什么的，他有三个孩子，所以他希望他的孩子在一个比较 balance 的一个环境，他就搬到 Los Gatos。 然后他三个孩子，他们家后院有一个 creek，然后后院很大，狗可以到处跑，然后孩子在后院可以到处跑，然后他们可以走路上学，一路有小溪小河。然后呢 Los Gatos downtown 呢又非常的 unique， 有很多的 gallery 啊 music 啊 painting 啊，这些就是人文文化的熏陶。后来他说他在那边孩子度过了非常美好难忘的童年，所以他的孩子非常棒。最后那个 Elon Musk 啊，他那个去找工作的时候 Elon Musk interview 他，然后他孩子呢就是他的有很多 creative 的他既会摄影，然后也很会就是设计因为他在 Los Gatos 上学的期间他就做很多很多手工，然后做很多 painting， 所以他最后的工作哈，就是他童年的一些熏陶让他有非常的 creativity。所以他妈妈就跟我说，他说真的很感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的孩子健康成长。他现在搬到外州去了，他每一次来到湾区他都会带着他的孩子去看他卖掉的那个房子，然后去reminisce， 然后回忆他们曾经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美好记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可能要就是 aware 的，就是说我们要投资的不是房子，是感情，是家庭，是孩子的future， 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最后一点呢，可能大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投资，我们买房子，我们努力工作，千万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为你的孩子去做，不要为他们赚钱。我知道我很多客人都说我要给一个孩子买一个房子，然后因为他们以后买不起，放心好了，他们都能够买得起。然后你只要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creative 的人，一个非常勤奋的愿意去创造他自己财富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Don't worry， 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家，你不需要为他们去打拼，因为你为他们打拼的时候你就忽略了自己的成长，当你忽略了自己的成长的时候，你并没有给他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有时间有精力多充实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们潇洒星期五沙龙讲座的主题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说如何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我们才能影响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财富，物质财富他们自己去创造。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积累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丰富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个是我给我的客人和我的朋友们的一个 advice。 那就下面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提问时间。
那个薇薇，提问以前我有一我我觉得回应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话哈，就是说家是个家庭，不是一个房子，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智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忠告，对不对？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叫这个叫《Family Man》，然后里面这个女主角就跟这个男主角说这个家不是一个地址，对吧？就是你在什么地方，我们家就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也是，当我太太这个有的时候需要觉得好像没有更合适的房子的时候，我用这个去忽悠她的这个办法。OK，好，那个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这个说到的，就是说，需要帮助找 Vivian，这个我们现在就open 这个 channel，我们大家就是可以自由提问，都想提问一些专业知都识可方以。面的内容，对，可能现在被你的这个故事所打动，大家可能还在消化中。那我这里面有一位你的朋友，应该是叫熊达云，你对，我的师对兄，对。他写了说，您的故事很精彩，对人生很有启发，谢谢。本来想和你交流一下，但是因为有个会议不能坚持到最后，请原谅他要提前退场，所以祝你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也为大家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幸福了自己，更丰富了人生。这是他写给您的话。哦，谢谢，我回头私下里感谢他。对对对。他是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他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日本教在，日本的经济，对，他是教授。哦，呀，你说吧。Hello，嗨，圆圆你好呀！这个首先非常感谢啊，你做了这么精彩的讲座呀。对不起，我刚到啊，前面有些事儿啊。我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说呀，有些朋友也非常关心啊，如果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不可以在美国买房子？然后怎么买？有些手续或者应该注意些什么？谢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非常高兴你能够提到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其实呢，美国是非常少的国家，就是说你可以不需要有绿卡和它的公民，你就可以买房子。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湾区这么多年来，很多中国人到这儿来购置房地产。然后呢，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绿卡和那个公民。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说，当他们卖房子的时候，买房子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他们卖房子的时候呢，他是需要考虑到税收的，因为外国人在美国买房子，当他卖房子，他需要 file tax return，他需要交1/3的 proceeds 的那个收入的钱，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either 就申请 TIN number，有一个就是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或者是呢要有一个 social security 的 number，就要 file tax return，要交税的。这个是要大家注意的。就说卖了房子以后，如果不卖房子，他真的就平时没有问题。那如果出租呢？出租的话，在美国你每年都要交 tax return 呢。OK，那么如果比如说他们都有小孩在美国上学啊等等，他们可不可以拿到那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这个 individually 我就不太清楚。我觉得这个他们可以去问他们的 CPA。但是呢，你如果有房地产的话，我是 highly 建议你要去申请一个 TIN。如果你没有 TIN 是比较麻烦。如果有的话呢，你每年都交税，这样的话你是可以拿回来的。OK，that's good，谢谢。You're welcome。还还有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先帮着？OK。这个朋友问了，他说就是关于房价的问题，他说不少新闻报道有很多人搬离加州，再加上有很多高科技公司因为是在家办公，会对长期房价有什么影响吗？他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搬离加州哈是很最近就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因为包括我自己也到外州去买房子，也可能如果经济，如果那个政治或者是人自然灾害什么的，我至少有一个撤退的一条路吧，所以这个路得铺好，
因为我也做了三十年的房地，20-30年房地产，我也觉得可能哪一天我要退休的话，我也许，所以我只是铺一个路，一个 exit plan。那么有人出也有人进，我知道很多人出去，但是也有很多人进来。如果高科技公司在湾区没有倒的话，我觉得房价是不会有那个太大的 crash 和所谓的 bubble，因为这个 bubble 是没有 support 的呀，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工作、有高技术、有开发、研发，这个都是有 content 在里面，所以呢，一时半会儿我想也 bubble 不了。对，有 Maggie 好像在举手吧那给举手，，Maggie，你可以打开哎，你的您麦克好，风。哎，我刚打开，谢谢您的精彩分享，对，非常感谢，然后就我觉得这些故事非常的感人，也是给我们这种刚到硅谷不久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分享吧，对，然后我也是之前有一点纠结在买房方面，然后就是今年就是想请问您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入手套房的这种情况，那比如说是不是一个因为利息低嘛，但是呢好像这个价格标得很高，所以就想问一下您，就是说比如对于我们这种想入手套房的，就是在选房和这个就是是不是适宜就是先入手，然后这样的，对，谢谢您。谢谢 Maggie。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我所有的客人都会问我的问题。OK，所以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我的 advice 是这样哈，最近市场非常的好的，如果说你没开始看，你应该看起来。但是呢，是不是入手呢？这个首先你要爱这个房子，你看到一个合适的、你喜欢的房子；第二，你能买得起的房子。至于出价的话呢，你知道吗？就是说最近就是抢得非常厉害。我的忠告是说，你不要，我的客人也会问我，我出什么样的价钱？我是不会告诉我的客人一定要出个什么 number 啊，我不会跟他们讲，我也不会像很多 agent 那样 push 他们去出很高的价钱，因为我给他们的 advice 说，我会提供给你市场，比如说 last couple of years 的那个 marketing 卖的房子，sold comps 啊。但是呢，你具体出价呢，是你要出到一个 number，你买到了，你会非常的开心；你买不到，你也不后悔。这样的话，你心中有平安。你做一个买做这么大的一个投资，如果说你最后弄得你自己晚上睡不着觉，你买下来你后悔莫及，住在里面也不开心，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出那样的价钱。你出到的价钱是你能承受的，而且你觉得 comfortable，你心中有平安的价钱。当然，这些所有的出价都是 based 在你对过去几年的房地产和这一个区的销售价钱的了解和信息的认知。对这个买房子哈，我觉得也跟找对象也差不多。我经常给我客人说，因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你只能说我可以接受这个人的这个缺点，我不能接受这个人的这个缺点。这是个 choice。你要买房子，你也要想，你有两个 million。你要有2个 million 的要求，你有3个 million，你有3个 million 的要求，你有4个 million，我就是有10个 million，我可能还是买不到合适的房子，因为我10个 million，我有10个 million 的要求，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我有一个问题，现在要是投资房的话，你认为在哪个地方买比较好？湾区如果要是拿这个 rental income 还是好的地方吗？如果湾区不是好的地方的话，你认为？是不是德州更好啊？或者说加州边缘的 Sacramento 或者其他地方好啊？还是说 other state？你给我们一个你的想法。哦，好的，谢谢。那个其实哈，就是全世界各地投资，就是很多很多，每个地方都有投资的那个机会哈。包括比如说，很多人也在问我，为什么我是不是可以到德州去投啊？我是不是可以到 Portland 啊？我是不是可以到 Arizona 呀？我是不是可以到 Nevada 呀？就是美国有很多，光美国就是夏威夷呀、佛罗里达呀、Atlanta Georgia 到处都可以投。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你主要是要看它的 return，对吧？你作为投资，因为你要去租出去吧，你要看它的 return。等一下，我问一下陈红，你有没有录音呢？今天录下来，我忘记了，忘了问，刚刚想起，就是要看它的 return。第二，
第二，有路你要看路。OK， 谢谢。第二，你要看他的 appreciation， 对吧？当然，你还要看他的是不是好租，是不是有 demand， 就是说 tenants 的 demand 和 tenant quality。第三，最后你还得想，因为你是远程的买卖房子，所以你要是不是可以找到很相信，的人来帮你管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买的话，我知道我听到过很多也有 horrible stories， 就是到外州去买，最后钱都被人家那个管理公司给一扫而空，然后做一些装修啊什么的，都是那个加价钱，都是很多都是不是 true statement 啊什么的，所以这些你都要考虑到周到。你要作为投资，但自己住的话，比如说你要搬出加州，我到哪去住，这是另外又是一个主题，这个是你一定要喜欢的地方。你自己一定要去看 ，Is the place speaks to you？ 这些东西呢是可以做减法的。你首先，因为美国那么大，五十多个州，你问 我到底去哪？阿拉斯加你去吗？哎呀，太冷了，我肯定不去，对不对？夏威夷你去吗？哎，有的人很喜欢去，我不去，因为我不喜欢 tropical weather。你去不去 Arizona？ 我也不要去，我不喜欢沙漠。或者去那个 Las Vegas 去吗？我也不去，因为我知道，那个 Nevada Las Vegas 那边很干呢。然后 Las Vegas 我自己我不喜欢去，我只是去看看 show 可以，我去玩玩可以，但是让我去住呢，我就不愿意去。所以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那个想法和要求，所以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去他就 speaks to you， 他就吸引你，他内心深处你就有那种呼唤，哎，你就可以买你要将来要住的地方，对不对？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回答了，很好很好，谢谢。我推荐一下湾区附近价格适中治安良好的地区，不用考虑学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看你是买来自己住还是说买来作为投资，所以具体的就是说你要投资的话呢，我觉得 Sacramento 啊那边价钱比如说三四十万四五十万呢都是可以买来作为投资，因为那边的其实出租率也挺好的，因为我自己是不做了，你叫我去我也不去了啊。然后呢往南的话你也可以买Gilroy Hollister 啊 Salina 这边也都是可以买的，现在房价也在涨，但是呢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在涨，所以我觉得那边是非常好的投资的地方，因为那边的那个 rent 也很高，那边的 rent 也很高，然后治安 也不错。住呢，如果是住也很好啊，就是说你要是说你要怕万一你要回到公司去上班，不是 virtual 上班，那可能就是有点远。如果说是 virtual 以后就是一个 abnormal 的变成 norm 了以后呢，就是 virtual 上班那些地方都会涨得一塌糊涂，因为那边风景又美，治安又好，然后又乡村小镇那种风情，然后价钱便宜的要 everybody 都能 afford 得起，所以这个是将来的趋势，就是搬去的趋势。你像以前 Morgan Hill， 我刚刚做房地产说 Morgan Hill 特便宜，我那时候就想到 Morgan Hill 去买房，因为那时候没钱嘛，那十几万二十万就可以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房子。哎，当时那个在 Silicon Valley 人就说 Vivian 你傻了，你怎么会往那儿去买，那么热，然后那个地方全是 garlic 啊什么的。后来我当时就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买个二三十万现在都上百万了，其实涨得也挺厉害的，而且那边出租房非常非常容易出租，很好的 investment area， 但是现在最近涨得比较厉害了，可能要考虑一下出租回报率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涨势还是在涨，因为比那个 San Jose 要我觉得环境哈，整个大的环境是好多了，同时呢又新区又新，然后呢出租率也非常好，然后价钱还好，所以我一直推荐那边。十年前吧，我卖一个房子，卖完房子以后呢，哎，那个对方的经纪就给我打电话说 Vivian， 他说那个我的客人啊在阁楼上发现有一个 a treasure box， 我说真的。后来那个他特别好，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在美国真是就是常见啊。后来打开一看，你知道吗，里面全是珍珠珠宝啊，好贵好贵的非常好的珠宝。因为这里面的 owner 去世了，老太太，然后他女儿在帮他妈妈卖房子，就不知道他妈妈把他的珍珠宝石全都放在阁楼的一个 treasure box 里面。然后呢我只好去联络这个 agent， 也非常好，这个 agent 后来退休了，但是他的客人也非常好啊，这拾金不昧的精神哈，一直让我记忆到今天。我后来就去联络他的那个女儿，然后让他来拿，哇，都不知道有多就是价值连城的，可能是那样的一个数字吧。
这个事情我印象。另外呢，还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当时有一个房，有一个客人要卖房子，我就去看，去 interview 哈。然后他那个老美啊，他们家他妈去世啊，家里就是那个房，那个他妈妈呀，可能当时是一个很喜欢买衣服，而且他衣服都好贵哦，都是貂皮大衣呀、啊、那种，哎呀，那种舞跳舞的那种 dress 啊。那个有一个房间里全部都是他妈的衣服，而且全是很贵重很 fancy 的衣服啊，你知道吗？那个他的儿子当时也都50多岁了，在那边他说，我告诉你，我在这儿收拾他的东西收拾了整整一个月，到现在还没有收完。他说， Vivian， 你看看这个房间里的衣服，你看上哪件就拿走，任何一件衣服拿走。我一看，我说我不要这些东西，我从来不喜欢拿人家的那个，当一个是穿过了，再一个我也好像非常贵重的东西，我说我不要。那个事情给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呢？他儿子这个房子后来我帮他卖了100多万，当时嘛卖了100多万，但是从他儿子的那个口气当中一点没有感恩呢，他很烦的，他一边丢东西一边骂，从很多过去的别人家庭的一些事情当中，我学到的功课就是真的要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尤其是到一定年龄你没有精力去收拾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很难把一个家不留给，把一大堆东西不留给你的孩子们去处理。那孩子对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哦，这个有 sentimental memory， 那个有 sentimental memory， 你对你来说啊，照片啊什么都有 sentimental memory，对孩子来说就是一堆 trash， 就是对你来说是 sentimental memory， 对他们全 trash。 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把它处理掉，是对你孩子的一个 blessing， 对他们是做一个好事，对他们啊。虽然你觉得还要讲故事啊，对不对？我的故事其实很多，一下子要想一想啊。哦，对了，好吧，还有人要求讲故事，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吧。就是因为我在湾区啊做那个做时间长了，所以遇到的各个国家的人哈，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的印度客人。因为为什么我在年初的时候请那个朱琦讲印度，是因为我有很多好的印度客人，那他们跟我关系真的很铁的。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转变过程吧。因为我也是从大陆来的，我这个人也是属于还是有点心胸狭窄啊。那刚来湾区做地产的时候，我就印度人，我就因为文化也不了解，然后好像就是对他们就是很陌生嘛，所以就不太敢就跟印度人接他们的那个 business， 也不特热情，不是很热情，所以呢人家也能感觉到我不是很热情，所以呢就也不找我。但是呢有一年呢，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说我对于这些我不能有偏见，我不能对别的民族，因为我不了解，所以我就把他们就把他们推在门外，我应该 open minded， 我应该学会去了解人家的文化。所以呢那个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一想，我那一年呢我见到印度客人的话我就特别热心，然后不管他做不成我都对他们特别热心。然后呢就那一年我就做了八个 transaction 都是印度客人。后来那一年我就领会到什么叫做You give what you receive， 就说你给出的一些 message 到这个 universe 你就 receive 到。然后因为我对他们的热诚他们能感受到，所以他们愿意给我做，也 trust 我。实际上最后受惠的呢是 financial， 但是实际上真正让我非常受益的是通过这些事情吧，我其实很 appreciate 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和他们的精神领域的一些精神生活。我也就能够进入人家的家庭，像他们搞 housewarming party， 我都请我的话是我的客人，我就会去。然后呢，我会坚持到底，一直观察他们的一些文化俗生活习惯呐、民俗啊，然后他们的谈吐啊，他们谈什么事情啊？哎，我就觉得他们实际上属于一个非常有 spirituality 的一个民族。我曾经有一个客人吧，我也跟大家分享，也有的朋友分享过，他们家的女儿，他们有两个女儿，第一个老大女儿生下来就是有残疾，完全是不能生活自理的。但是呢，我当时跟他们接触以后，他太太跟我讲，就是这个女主人给我讲了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观察她，哎，我怎么在她脸上我从来看不到忧愁，也看不到苦难的象征哈，就在
叫苦连天啊，只是 bitterness 啊，我都看不到，好像还蛮喜乐的。啊，有一次我去接他去看房子，那很多年前，他就跟我说打电话，他说你再等我半个小时，因为我每一天都要在神坛面前祷告一个小时。哎呦，我特别感动。后来我在路上就问他，我说你祷告什么东西呢？他说我首先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的女儿祷告，为我的先生每天上班祷告，然后为他的同事祷告，为他的公司祷告，然后为周围的朋友祷告，邻居祷告，世界祷告，什么反正就都祷告一遍。所以每一天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所有的人祷告。他说我也为你祷告。哎呦，我特感动。然后我说你这是每天啊，几十年来如一日嘛。他说对呀，我们家有个神坛嘛，我就每天就在跪在祷告。哎呦，我就说，我说我真是做不到，你让我偶尔祷告一次可以，你让我每天都祷告真是很难的呀。就是因为他的这种 spiritually 的那种信心吧，他能够面对苦难，他不会觉得是苦，他会以非常喜悦的心情去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所以这也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所以从每一个我的很多的印度客人中，我就发现他们实际上真的蛮属灵的。那有一次我到另外一个客人家去，你知道我到印度人家，我老是跟人家说，哎，给我一杯印度茶吧，奶茶，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奶茶，因为他奶茶里面有新鲜的生姜啊，还有八角啊，什么都是新鲜的啊，就是新鲜做出来的奶茶，我觉得很好喝。然后他就每个人印度人都很愿意给我做，然后就对我特好啊，然后送我礼物啊什么的。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真的为什么对陌生人，就是说我是，就比如说是个 agent， 我只是第一次到他们家，我就他们就会对我很好，拿出东西给我吃啊，给我喝茶呀、啊、什么的。我就说，哎，你们对待客人怎么会这么好，就陌生人怎么那么好呢？他说我们相信每一个陌生人都是隐藏的上帝。哎呦，我这我第一次听说啊，我说这个简直太感人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他们身上我又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其实你对待陌生人，你就把他作为隐藏的上帝，你就会对人家很好啊。这也是我在这个就是经历这些过程当中学的一小小点功课吧。嗯，就是我们就是带一个不了解的民族，我们要 open-minded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不是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很多的 party 啊，印度家庭的一些聚会啊。还有一点我印象觉得特别深刻的就是说他们对老人吧非常的 respect 啊。你像他们去给他们过生日或者到他们家见到那个年纪大的长者吧，他们就会跪下来，年轻人稍微年轻年长对年长的他们就会跪下来 kiss 他的那个他的衣服啊什么的，就是 auntie 啊 auntie 长 auntie 短的。我就觉得哦好温馨哦。而且他们的孩子啊什么的都表现都特别好，他们孩子很有教养，我觉得 in a way 比咱们中国人的孩子到人家家里要修养要好一点。因为我有时候不好意思啊，大家说这咱们中国人不好，就做 open house 不是我房子都 stage 的很漂亮吗？有的时候那个咱们中国人的孩子呢就会到人，都包括我自己的女儿也一样啊，就是说到人家去就会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然后就在人家床上乱跳乱蹦。我有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去说人家，但是呢我发现我观察到啊，印度人的孩子真的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些家庭教养比较好的孩子就非常守规矩，就哎不摸东西不能乱摸啊什么的，这个我印象也挺深的。对，而且他们都保持他们的民族的文化嘛，他们聚会啊大家都穿着纱丽，然后都在一起，都会他们的名字也不改，然后也就是叫印度名字，在这儿生的孩子也是印度名字什么的，所以他们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和风格保持的真的是不错，我觉得比我们中国人，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中国人是可以学习的呀。今天晚上的讲座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此呢我非常感谢夏阳声乐艺术网课中心给我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理路程。刚开始一上来我一看那个屏幕上有很多我的老客人老朋友和老同学和夏阳声乐艺术网课中心的同学们，哎呀我就非常感慨。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如果没有你，绝没有我的今天的晚上的讲座，你们都是我的人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有的时候朋友给我说 Vivian 你讲话是不用脑子的，哎呀，我觉得也是，我有的时候在想和人呢用三种方式和人交流，一个是嘴巴，一个是脑子，一个是心。我呢从小到大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一讲话就不过脑子，都是用心在和人家沟通，所以有的时候逻辑上啊可能不是特别的连贯和有逻辑性，希望大家原谅。今天晚上呢我的讲座呢也能够 reach 到你的心灵，因为只有心和心的沟通才能够真正的沟通，语言是不能表达和脑子是不能表达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我们的真正的思想和想法。就谢谢大家在这儿听我一个人叨叨这么多东西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五晚上。非常感谢大家观赏我们的讲座节目和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讲座节目，如果您觉得它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The best and highest compliment you can give after watching this seminar is to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Thank you. Good night. God bless you.